本分局于昨日8时许破获大麻制造工厂，查获一名高薪犯嫌，并查获大麻活株8株、种子27颗、成品及相关设备等赃证物，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，并积极向上溯源。在此呼吁，任何挑战公权力之行为，必定依法就办，绝不宽待。